们在常用药品，但是我们在心灵上找不到真正的好的方法。音乐跟光线，音光是最好的一个工具。我今天讲到这个地方，变成好，谢谢各位。有没有需要发问的可以发问一下，我们给大家五分钟时间，然后我们继续再讲。没有，好，那佩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请原定是由陈宏杰院长为我们进行那个失眠忧郁症的荧光疗法。那因为陈院长他临时有些突发事件哈，没有办法赶到。那我们就是另外有邀请了那个蔡嘉贤治疗师为我们讲这个讲题。那我们有请那个 Iris。